代表，咱头前年的五代牺牲，前年点万书，啊，甲咱各位前年栽培，吼，甲福气，啊，互后生的有这学习的机会。啊，因为呢，后生的这个算初次吼，而且啊，甲在场这么侪咱的前年咱的长辈，来学习讲这个经典。那各位用台语吼，实在是对后生。真大个考验，那学校会尽量吼，若讲要无好吼，无认真个所在，请咱各位尽量个学校多多个包涵。那学校今仔日来学习个呢，是这个《化德宗》吼，咱《道德经》的第十三章。哦，那第十三章呢，吼，会当讲嘛真符合学校家己个心境吼。啊，咱带来看这个古文，咱就知影这个意思。来，咱先做伙来读一遍吼。好，咱来去跟看下清楚。好，会啦吼。那有法这个开头念一下吼，啊，咱各位侪侪看对咱有法来读一下。哦，啊，咱先用台语啦吼。中玉玉金。中玉玉金。贵在欢玉心。贵在欢玉心，何为通玉玉经？何为通玉玉经？通为上，通为上；玉为下，玉为下。得字玉经，得字玉经；失字玉经，失字玉经。是为通玉玉经，是为通玉玉经。何为贵在欢玉心？何为贵在欢玉心？我所以有大患者，我所以有大患者，为我忧心，为我忧心，敬我无心，敬我无心，我又何患？我又何患？故贵以心为天下，故贵以心为天下，欲可寄天下，欲可寄天下，爱以心为天下，爱以心为天下。欲可脱天下，欲可脱天下。啊，咱用国语来读一遍哈。宠辱若惊，宠辱若惊；贵大患若生，贵大患若生。何谓宠辱若惊？何谓宠辱若惊？宠为上，宠为上；辱为下，辱为下。得之若惊，得之若惊；失之若惊。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是谓宠辱若惊。何谓贵大患若生？何谓贵大患若生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吾所以有大患者，唯吾有身，唯吾有身。即吾无身，即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吾有何患？故贵以身为天下。故贵以身为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，若可寄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，爱以身为天下；若可托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好，啊，这是咱的本文吼。啊，老师呢，伊即种的头先吼，就甲咱讲两句话吼，这两句话就是咱即种的，算是正重要的。伊讲两件代志，第一件讲通玉玉经，得着通也是得着这个玉料的料吼，大家心内吼感觉真惊、真不安，为什么得着嘛会惊？啊，这个得着好的嘛惊，啊，得着无好的嘛惊呢？吼，这咱就咱来分析吼。那第二件代志，甲咱讲，吼，咱人的一世人内底有一件足大足大的烦。咱的心头内底有一件真烦恼、啊真惊的代志，就是咱这个身躯。吼、哦，咱因为有这个身躯，所以呢，咱有一个真大的烦恼。吼、哦，贵在患有心。吼、哦，那为什么吼，咱才拄仔讲这个今仔日的心情呢？吼、哦，就那像即种咧讲吼，通玉玉金吼。啊，后方呢，因为拄好是负责咱。这个道德经的讲师培训的一挂工课吼，啊，所以呢，每一次咧安排这个讲师的时阵，吼，啊，每一位讲师拢真自卑啊，吼，因为这谦卑甲有法讲，哎呀，这有法吼可能无法度讲了之后，吼，
甲会当尽量卖五百安尼吼。那有法呢，摆着较低的时阵呢，嘛心内嘛有这个丢度啦吼。我想讲啊，无我卖摆较低的吼，较轻松。吼，啊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心内丢度吼？就是因为咱拢会惊，啊人起来甲会讲了无好，讲了无好，敢会乎这个真诚的吼气焰。因为这个那个是六嘛，哦，啊，讲了那会使哦，对，蛮心内蛮惊啊，结果我后一遍，那无像这道讲到这好变咯，啊，那这道讲了无好，我看大家他拢困啊，那拢咧闭目养神吼，心内个你嘛诶，刚是个你准备了无好，刚是有亏哦，咱上天哦对六号的这个栽培吼，来托付安尼咯。有法感觉每一位讲师拢是安尼心情吼，讲了好嘛会烦恼，啊讲了无好嘛会烦恼，吼啊但是呢，这个咱的真诚拢会做主力个，咱只个有法咧学习的有法才讲吼，讲不要紧吼，咱就站起来，吼啊咱的这个上天主宾吼，咱的这个师尊吼会甲咱加智慧安尼吼，咱就心内个放互空吼，啊物件自然就会走出来。但是呢，讲是安尼讲吼，但是事实绝对无遮尼简单吼。咱嘛是前一暝拢会困袂好吼，前几工拢会想真久啊，想来想去啊，想无半日吼。但是呢，这个心意是上重要的，就是咱想要伫遮甲这个好的道理分享吼，各位真的是每一位讲师吼，徛伫遮的这个上大的盼望吼。啊，所以嘛是用安尼块通六吼六金吼。拢会惊，心内拢会不安。啊，所以呢，而且就好要先来交注意真正，咱来探讨一下，吼，什么是痛，啊，什么是痛，吼，就好个感觉啦，吼。咱来先看以痛为上嘛，吼，所以咱先来看较好个一点，吼，痛。咱若做囡仔个时阵呢，吼，像小学个囡仔吼，三岁吼，三岁囡仔。三岁囡仔呢，咱敢是每一位大人，若看到这个小朋友，拢会甲懵懵的，哦，头懵懵的，哦，啊，想要甲揽一下，哦，啊，若拄好手内底有糖仔饼啊，就拎出来，哦，想要交伊安尼交流一下，哦，想要看到伊的这个笑容，哦，啊，想要互伊，啊，想要得到伊的一寡回馈安尼，啊，虽然每一个人，咱若看到这个这纯。这真的不管是人事物的时阵吼，咱心内的这个阻碍的心吼，就生发出来。啊，生发出来，咱就把这个痛呢，加伫伊的心上。啊，所以这个痛是啥物呢？吼，就是伊想要摕到啥，啊，咱拢想办法给伊，敢是安尼？吼，咱对咱的囡仔嘛是安尼嘛。哦，啊这囡仔吼，伊需要食物件，啊，咱就尽量嘛饲好饱。哦，啊，伊想要佚佗。咱就带伊公园，带伊外口去奔跑，啊，买玩具，互伊佚佗。啊，伊想要睏，哦，咱去行个差点嘞。哦，伊想要做啥，想要得到啥物，啊，咱就尽量提供互伊，伫咱做袂到即个范围内，这就是一种痛啊。伊想要啥，啊，就咱得到啥。哦，伊喜欢个物件，哦，伊就去得到啥物，就我讲这是一种痛。哦，啊，咱对囡仔是安尼，吼，啊，咱若去较大汉嘞，咱对咱，好啦，假设讲咱的，男女朋友，吼，咱男女朋友，咱去谈恋爱的时阵吼，敢是嘛会想要甲捡，吼，伊想要啥物，哦，我就尽量做落到，哦，伊想要食一顿大餐，吼，想要去啥物好耍的所在佚佗，想要去翕足水的相，吼，咱就尽量去满足。咱会想办法去甲捡，吼，啊得到的人伊会欢喜，吼，啊来搁较大汉，吼，咱啊已经结婚有家庭的时阵，吼，咱要照顾咱的家人，吼，不管是时大，还是咱的另外一半，吼，咱嘛伊若想要得到啥，啊咱想办法去甲提供，这嘛是一种捡，吼，啊但是咱嘛知影，捡若是过头。过头的时阵会安怎？哦，咱有一个名词叫做溺嘛吼，溺爱的溺，
伫这个咱提供的物件过头，互伊无时无刻拢伫处于一种想要啥物啊，伫种顶着啥物的状况的时阵，吼，伊就咱就浸伫个这个痛内底。咱形容这叫做溺啊，溺爱的溺。哦，啊，若痛过头，刚好无一定好啦，吼，即咱拢这边别个道理。那这个痛呢，有法会感觉，会因为咱每一个人的角色，哦，咱每一个人的责任无同呢，哦，所以咱提供出来的痛，以及咱得到的痛嘛无同。因为咱伫每一个年纪、每一个身份、每一个责任的时阵呢，咱想要买物件就无同啊嘛。哦，比如讲像像我即马这个年纪，敢会只想要看到上每一个长辈这个像他头红红的，感觉他烂一个，感觉很歹势啊。这种痛对咱来讲无一定适合。哦，也是讲咱看到长辈摕糖仔饼吼，或许敢会真欢喜，应该是袂想。较早细汉遐欢喜吼，啊，若身体较歹，佫惊过疼，我歹势我袂当食糖啊吼。这种痛会因为咱的身份改变，所以咱想要买、想要得到的，绝对拢会无同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要予人痛，人嘛无一定爱。啊，咱想要得到甚物的痛，嘛绝对毋是。伫每一个年纪、每一个不共款的身份的时阵，拢会当顺利去得到。啊，得袂得的时阵，咱的心内就有一挂，然后一挂苦造出来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痛呢，伤济嘛无好，啊无够，咱心内嘛无欢喜。哦，来，咱再来看吼，啊，六的部分呢，过一阵呢，咱敢会惊六？应该啦，应该无真的会讲哦，我这家己人搞我六的。这家己人甲我酸，甲我累吼，应该是无啦。咱大部分的人拢会惊这个六，不管呢，比如讲咱若做囡仔的时阵，嘛最惊是大人甲咱骂。哦，啊，咱读册的时阵惊考试考无好，安怎啊去吼？老师甲咱有两种啊吼，一种是伫那个全班的面前吼，甲咱教安尼嘛吼。比如讲，像我较早咧读册时阵，迄时阵阁会体罚嘛，一分讲一个，捌一分互讲一个举手。有啦，啥像咱即个年应该拢安尼啊，减一分讲一个。啊，即摆较无啦，即摆讲一个老师也去用讲，爱去用约谈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减一分讲一个，这是一种用嘛。啊，搁另外一种用是言语上啊。白痴哦，含这嘛白哦，诸如此类。那过来吼，咱就较大汉，去大学啦，哦，这个大学考无好，啊，人个咱关心吼，就讲吼啊，考了安怎？读私立嘛，读国立的。啊，有时阵无讲到这边，咱心内嘛会感觉有一种病嘛。你刚刚伊的眼神怪怪，他看我的眼神不太对，那心内主人的三心一种六的感觉。那更加大汉嘞，咱伫工作上，哦，工作做了无顺事，做了人无满意的时阵，哦，咱个人感觉，不是感觉吼，为什么会想着一挂六嘛？哎，为什么谈这简单的代志，你嘛做袂好？这你较早无学过吗？诸如此类，啊，咱心内嘛产生一种六的感觉。那当咱面对这种六的情境出现的时阵吼，咱心内同款会苦、会不安、会惊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六啊愈侪，愈来愈侪的时阵，咱做代志愈来愈惊，啊，愈做愈袂顺遂，哦，这是咱人。心理上一种最正常的反应。啊，但是老师甲咱讲，伊讲不管是痛还是痛呢，其实拢是会予咱的心内会惊的一件代志。哦，啊，啥物是惊呢？惊就是因为咱，就是一种
不安，哦，这个害怕的一种状态。哦，那多师傅甲咱讲哦，我随时打岔一下，因为咱咧讲道德经，咱伫头前的三十几章内，哦，拢是讲这个道。这个道不管是伊如何来演化，或者是讲伊安怎来指引咱的方向，吼，拢是讲道的这个范围。那伫后边啊，伫三十八章以后开始咧讲啊，是讲这个德。吼，恁头前咧是咧甲咱讲，吼，咱道安怎演变，吼，安怎影响咱人的心的变化。那伫后边较开始讲着，是讲较具体，咱要如何来做的物件。所以伫这种的讲法。吼，老祖咧甲咱分享诶，咧甲咱讲诶，共款是道，吼，伫咱诶心安怎去影响，安怎演变。那即种为虾米叫做化道种？吼，伊咧讲诶是道要安怎化咱诶心，吼，乃至呢来化整个诶天下。吼，所以呢，咱会当对第一句甲第二句就看出来吼。第一句咧讲通六六经，吼，通交六，这是两个极端嘛。两种对咱的心影响一大的情景，哦，一种是人甲咱褒，一种是甲咱侮辱。这两种上极端的例子，哦，对咱的心拢会产生一挂冲击啊，甲反应。那两种呢，甲通称，哦，两种甲叫做惊，哦，就是惊这个事，哦，咱的心会不安，会浮动，哦，对两种来讲，伊就是用惊这个字来形容。所以呢，这两句哦，通六六经，贵大宽六识，另外的分享是安尼哦。咱人生吼有两件足大的烦，对咱的心头吼足侪冲击的有两件代志。第一叫做通甲六这两件代志出现的时阵，对咱的心会有足大的冲击。第二件哦。就是因为咱这个心，因为咱这个身躯所产生的种种的烦恼啊、甲苦安尼，啊，咱分享第一，人生的第一个代办哦，叫做通六哦，这两项哦，到这会，那老师进一步甲咱解说吼，通为上，六为下，第几呢？六经啊，这个实质啊，六经。这个意思吼，咱真好理解。痛呢是较好个，啊痛呢是较无好个。那不管咱是得到痛，还是失去痛，哦，咱心内都会惊。啊，不管咱是得到痛，哦，还是失去痛，咱心内共款嘛拢会惊，拢会惊，哦，拢会不安，拢会惊遐。那为什么呢？咱若万一吼去得到，咱是毋是会惊失去？吼，啊，咱若失去的时阵，心内敢是一直想要去得到？吼，这是咱人的心的最基本的变化。吼，去已经拥有的物件，吼，咱会惊失去；还未得到的物件，还一直想要拥有。吼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心态，可能心内产生足侪的不安。哦，那因为这个不安呢，有真侪烦恼，伊呢最后呢变成真侪的苦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不管得到还是失去，哦，老师甲咱讲，这是叫做一种常态，永远拢是安尼啦。不管任何因事物有形象的物件，拢会得到，啊嘛拢会失去。啊，所以呢，在咱人生内底有一件最重要的功课，就是要培养一个叫做面对得啊甲失的心态。哦，那这就是通六六经呢，老师要甲咱讲的一件最重要的代志，这是我的感觉啦吼。那这个咱都讲吼，人生上正常的吼。的常态呢，就是无常。哦，什么叫做无常？哦，相信在座各位真的拢比较比较有经验哦。无常就是咱感觉伊应该要发生的代志，伊无发生。啊，无就是
咱感觉伊无应该发生的代志，但是伊偏地发生。哦，咱感觉伊应该存在伫咱身边的，哦，伊突然的消失，或者是咱感觉无应该出现伫咱身边，伊偏偏就会出现，这就是无常。哦，那无常的出现呢，绝对是无分时间、空间、无分年纪吼。即咱伫新闻上看过太侪的意外，不管是天灾、人祸吼、车祸，种种吼。那就算许啊吼，许啊今年40岁，那许啊身边吼，就已经捌有两三位朋友吼，伫最近吼，拢伫最近讲发现媳妇。这个癌症也是有，哦，30几岁，哦，已经发现到这个肺腺癌4期的，已经是这后边机会，已经正在处理的了，哦，那更唔免讲吼，不管是比这个年纪更加轻呢，还是比这个年纪更加济，哦，突然因为发现心胸的病痛，或者是因为一个意外，哦，就离开的。即个已经经历过太侪吼，即个是无常的事，等等，哦，即个拢免去解释。啊，所以呢，即个无常，伊是一个真理，伊是袂改变的。哦，咱认为刚刚伊应该永远存在物件，这是绝对无可能的。哦，这就是无常。啊，所以呢，既然即个无常是不变的真理，那呢有定呢，必有失。有痛呢，也必有药。哦，即咱伫过去诶历史上，哦，看过有够侪，很侪啦。哦，咱像即几档是诶，即流行代表诶古装剧吼，我好过一阵子才够看啦吼。或许诶，姐姐跟妈妈是最爱看啦吼。所以古早吼，几档是迄个《甄嬛传》哦，来即两档靠名。《延禧攻略》，周迅演的那个叫什么？哦，《如懿传》的嘛，《如懿传》。伊这边内容是啥？拢是后宫吼，遐个妃子想要去争宠，要争宠啦吼，要去得到皇上的诶这个宠。啊，得到宠会当安怎？哦，伊的这个财富吼，啊，甲伊的地位会越来越高。会人去管别人，哦，较早叫欺负的，伊即摆人去甲别人欺负。啊，但是呢，咱同款看到一个结果啦吼，都有类似的结局。伊得到的痛呢，哦，拢是对倒来，拢是别人给伊的。伊得到这个痛，不是家己的嘛？哦，是因为皇上伫这个时阵信任伊，看重伊。所以伊得到这个痛比别人较济。啊，既然是别人可以的，安尼就有机会呢，别人会甲收得起嘛。哦，伊若做唔到代志，哦，也是去害别人去用发现的时阵，哦，伊的痛就失去了。那这是一种常态，有痛呢必有药，因为呢，这样啊，得痛的时阵伊会喏。感觉会骄傲，会骄傲，会安怎？哦，伊一寡好诶优点会慢慢啊失去，但是呢，伊诶缺点会慢慢啊一直展现出来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得着痛感好，不一定好；啊，得着痛感绝对歹，哦，也不一定哦。因为书上嘛，甲咱讲过真侪故事，比如讲韩信。我受过这个胯下之辱，吼，拄到这个人对伊无客气，请伊对伊的这个胯下咧难过，吼，啊，但是呢，伊受了这个侮辱了呢，已经伊安那真怕命，吼，去争取伊个哩应该得着，吼，啊，这个卧薪尝胆的故事咱嘛有听过，吼，所以这样受着辱嘛，不一定完全失败，吼，只要咱内心。会当展现出咱的坚强，啊，甲毅力，吼，那对咱最后人生的期待，结果不一定失败。吼，啊，既然咱知影讲有得必有失，吼，有痛嘛，必有乐，吼，
咱若明白这个道理，咱面对着痛啊、甲痛的情景出现时阵，咱心内就较袂惊嘛。啊，但是用讲的真简单，实际上出现时阵够真简单，绝对是真困难哦。咱同学举个例啦吼，咱像咱台湾，咱台湾算对这个政治真关心啦吼，啊真。一般的民众吼，真爱看电视吼，看政论节目吼，啊，咱嘛，因为咱嘛真自由吼，所以咱会当去去讲出咱介意倒一个人，啊，咱无介意倒一个人，咱会当自由安尼去讲，吼，啊，所以呢，自过去吼，咱就真侪咱咧讲的政治明星，吼，吼，因为伊本身呢，不管是伊的气质也好，吼，还是伊。所作所为真正去得到人的认同，甲这个赞赏，吼、哦，所以大家咧真介意，吼、哦，甲当作明星安尼来看待，吼、哦，甲真崇拜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当伊开始做了一寡唔对的代志时阵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毕竟咱啊，大家打落水果，吼、哦，大家去甲骂，吼、哦，啊，大家去甲气呀，吼、哦，也比票房毒药。那这自过去以来吼，已经自由啊，开始较知影代志吼，十几岁啊，开始较有咧关心这个社会的代志时阵吼，已经太侪嘛吼，咱历任以来的总统吼，每一个几乎拢捌经历过安尼吼，捌互抱起，啊，搁互安尼一直拍落来，啊，换一个，搁换一个明星，搁互抱起，啊，这边全部盖叔叔啊，搁互拍落来。一直安尼循环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嘛是搁做一人想要抢抢破头，为了做这个明星，吼、哦，一直想要去用破皮。那但是呢，只要行到高峰，行到高点，这是人生不变的定律，吼、哦，一定会慢慢那个提落来，吼、哦。什么人会吼真正一直咧醒来，吼、哦，绝对不是。伫过去安尼互抱起来的这段经过，伊呢是到底谁是真正真心吼，咧、哦、为着人民做代志，咧为着人民付出的，这才会留伫咱的心内。所以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的感受吼，咱是讲了无，直接来讲。哦，那圣人呢？圣人嘛同款啊。过去的圣人吼，伊嘛同款爱面对着痛啊、甲痛安尼的考验。卖安尼，红婆这关，啊，卖红拍了这个，啊，拍到一文不值，绝对嘛是有哦，像咱以这个孔子来做这个例吼。咱知影孔子的这一段啊，孔子咧讲伊家己的生平啊吼，这个有较细吼。学两种应该怎样吼？一共以15志于学，啊，十五岁开始练习的用哈，30而立，40不惑，50知天命，哦，60耳顺，哦，啊，70时阵呢，吼，那用心受用，啊，不逾矩，哦，这是孔子咧讲家己，伫伊这个一生当中。所面对的种种啊，甲心态的变化，啊，后续呢，咱来个对照一下吼。因为伊15岁就向学啦，所以呢，伊这个才学呢嘛真突出吼，啊，真受着肯定。所以呢，伊伫真少年时阵呢吼，就伫这个鲁国呢来出任这个官职。那伊开始做是真简单啊，咧记小的吼。管这个仓库，吼，啊，但是呢，资料真出色。那伫这个要上台会时阵呢，吼，伊去这个周公呢的故都呢，吼，去游览，那去得到真侪这个珍贵者的栽培啊，甲肯定，吼，啊，所以呢，伊伫上台会时阵，吼，有了真大的开发，所以讲上台会呢，三十而立。立定志向，哦，心内有了这个志，那这个志到底是啥？哦，都
当然咱伫后壁用几十冬去展现出来。但是咱会当大概知影讲，伊伫三十岁受一寡启发了后呢，伊心内有暗下一件最重要的代志，就是要做一个大代志，吼，把这个人生的目标已经立定。那咁款嘞吼，那当时伫三十几岁时，伊有哪去济国吼，伫遐学习一寡礼乐的物件。那最后呢，佫倒来。logo， 那伫 logo 的时阵，咱知影伊伫 logo 的表现，吼，伫伊的政治的工作上表现真突出，吼。那伊最后来做到这个大司空，伊的朝廷国政府的时阵，那大司空就是当时 logo 上重要的三个工作内底其中一个啦，吼。那伫这个时阵呢，吼，伊的身世，吼，如比较讲如日中天啦，吼。受一个真侪 logo 的国本嘛，甲肯定啊，这个 logo 这个人民呢，吼，拢真欣赏。那伫这个时阵呢，吼，开始伊的人生就产生一个变化。伫这个时阵呢，吼，咱知影讲伊的邻国吼 ，logo 的隔壁这个济公呢，国本的正反对讲 logo 呢，因为控制的这个贡献吼变了小强，所以开始送一寡迄个和尚的物件，送一寡会晓跳舞的美人吼，来去有 logo 的国君吼，啊开始有伊安尼荒废政事吼，可以疏远收完这个空柱，那空柱呢，这个交这个国君呢，讲了几道和好了，决心要离开 logo 吼，去来团圆的。那伫伊要离开的时阵呢，吼是伊这个个人呢。政治的高点，好，那但是伊离开这个 logo 了呢，有好有坏，这个过程咱大概拢知影，哦，伊去这个